西螺的服务区啊，已经开办了问奖本东啊。高工局是用更便利的一个摊位来提供符合大车司机所需要的买餐的服务、用餐的服务，而且跟菜色上面有帮他们特别的来构想。本席要求我们中立服务区应该也要有一个问奖本东，你可以采用当地中立在地的非常好的优质农产品，包括台梗十四号的优质米，还有当地所种植的新鲜蔬菜等农产品，让中立服务区的问奖也享受到问奖便当。